谢贤未留住小49岁的女友，靠药维持。女友一番话令人咋舌。谢贤的名气估计很多人都是陌生的，毕竟在以前的时代，谢贤的名气是风靡全球。可惜新时代的年轻人们几乎不认识谢贤，谢贤的地位在演艺圈其实还一直响当当的。其实他还有另一种身份，那就是谢霆锋的爸爸。网上一直传因为谢贤爱赌博，所以谢霆锋为了还债而踏入娱乐圈。真实原因我们不知道，但是这对父子情史还是蛮丰富的。谢贤早年的模样很是英俊潇洒，换女友的速度也是非常快，当年谈了很多女友，基本上都是因为他太花心，对方受不了。之后的谢贤和狄波拉结婚，生下了谢霆锋后，谢贤本性难移，狄波拉也是最终决心离婚。有这么美的老婆在身边，真不是谢贤图的是什么。虽然谢贤年龄并不小了，但是却还是继续恋爱，这下还认识了小49岁的 Coco。 这段爷孙恋真是让外界轰动，两人不以为然，经常在公共场合大秀恋爱。谢贤还表示这份爱肯定是要好好对待的，之前还被网上传 Coco 怀孕了，看来谢贤真是不服老啊。还有爆料谢贤为了身体强壮吃了很多补品。就这样两人还相处了十多年，足以证明算是真爱了。不过谢贤也表示不会娶她，因为不想耽误她，毕竟她还年轻，还拿了几千万补偿。可是女人的青春真的只值几千万吗？而且为此 Coco 也说过，如果谢贤年轻的话，自己会义无反顾嫁给他。网友们纷纷议论，原来还是嫌弃谢贤身体不行了。